弟兄姊妹早晨，早晨，早晨。啊，都真系想睇真啲下，有冇肥到？有冇瘦到啊？好耐冇见，系你啊！我就肥咗好多啊，惨啦！啊，主祝福你哋吓。咁咧，我行入嚟嘅时候咧，就得知道咧，我哋教会当中咧有两个。是不是兩個畢業生是吧？大學畢業生啊 ，Iris 同埋 Crystal 係嘛？仲有冇邊個？啊 ，Iris 同 Crystal。咁我講到之前咧，我想我哋一齊嘅為呢兩個畢業生祈禱，好唔好啊？好。好。啊，天父，我哋一齊嘅喺呢度為著啊 Iris 同埋啊 Crystal 佢哋嚟到禱告，嚟到仰望主，佢哋都係你嘅子女，都係你嘅女兒，都係主你寶貝嘅投資。愿主你带领他们行走前面的道路，他们在毕业的之后，前面的找的工作，前面的工场，愿主你带领他们，愿主你为他们开路开门，给他们他们的履历表寄出去的时候，总会是得到特别的看待，总会是得到特别的拣选，因为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寻找适当的工作，也都为他们预备在他们身边的贵人，能够是成为他们的祝福，大大的使用他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工作延作光。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嗯。那呢，今天講的信息呢，本來就預備了很多的，但是呢可能要縮短一些，時間的關係。大家首先呢，我想我們一起的來到去讀將你的聖經翻到去約翰福音十四章，約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節。咁咧，我預備咗呢個 PowerPoint 咧，係俾嗰啲冇法子翻聖經或者自己冇聖經嘅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自己聖經咧，唔好睇我個 PowerPoint 嚇。啊，如果有自己聖經咧，睇自己嘅聖經。係約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節至十七節，請大家一齊嚟到讀好嘛？一二三，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在世人不能接纳的，因为不认他，也不认识他，你们不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他说圣灵要在你的里面，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并且是停留在你的里面那里。圣灵一直停留在你那里，是不会离开的，它在你的里面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的目的就是继续不断的帮助你，帮助你。在这个希腊原文呢， Paracletos翻译成为中文的保卫师呢，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贴切，不是那么准确的翻译来的，比较贴切中文，比较贴切圣经原文经文的翻译呢，应该是帮助者，帮助者。所以呢，如果你有那个 New King James， 你会见到呢 New King James 里面的翻译呢，它是 helper，因为圣灵他留在你的里面，停留在你的里面呢，是帮助者，是你的帮助者。耶稣他是为你特别差派另外一个帮助者，所谓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跟他一样的帮助者。圣灵就是你的帮助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你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呢，
係喺佢成功踏上成功嘅路上高咧，係冇需要接受別人嘅幫助嘅。每一個人都總係需要喺某一啲嘅時候、某一啲嘅時間、某一啲獨特嘅時機嚟到嘅時候，都需要有一個人嚟到扶佢、幫助佢。聖經裡面話，基督徒是精兵，你知嗎？沒有一個士兵在他真正成為一個精兵之前是不需要接受訓練的幫助，總是需要有一個人幫助他來到訓練他，將他的潛能發揮逼到出來。聖經又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個的競賽，你的生命是一個競賽。事實上聖經裡面說，你要繼續的向著標竿來到直跑，為了能夠得到獎賞。但弟兄姊妹，我要你知道，沒有任何一個運動員在他拿金牌的獎賞之前是沒有試過需要一個教練來到幫助他，來到栽培他，鍛鍊他的能力。你需要一個幫助者，你需要一個人來到幫助你，來到栽培你，並且這個的栽培、這個的幫助是持續不斷的。耶穌他說，聖靈在你的裡面，繼續的在你的裡面，一生走過的每一個段落、每一個的難關、跨過的每一個的欄杆，當你上到更高之處的時候，聖靈還要讓你再向往著、渴望著另外一個更高之處，再繼續的鍛鍊你更多的恩賜，鍛鍊你更大的能力，鍛鍊你的愛，鍛鍊你的信，鍛鍊你的盼望。你就是需要這個這樣的幫助者。但是關鍵在這裡，究竟你是否認識這個幫助者？究竟是否你跟隨這個幫助者？究竟是否你尋求他，並且依賴他來到幫你？今天 普遍教會的一個共通的問題，就是教會裡面普遍的教會都充滿了很多疲乏的、困倦的，或者是殘弱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原因呢，都是在於離不開其中一個，就是沒有真正的認識聖靈，沒有了解聖靈。有些人對聖靈的教義會有學問，但他們自己沒有跟聖靈有交通，沒有跟聖靈有保持交往，沒有跟聖靈有一個特別的什麼的關係，只是有對聖靈的一些的學問的認識。甚至乎來到今時今日的在教會裡面，所謂什麼信仰戰爭、什麼派、什麼派，一提起聖靈的時候，很多時候有些人立即就可能想起呢，會不會是異端啊？好像一講到聖靈的時候呢，一講到聖靈的能力，講到聖靈的恩賜，講到追求聖靈，哇，即刻呢就說，會不會是異端啊？早年前我在一個浸信會裡面，很多年前的，那個時候個仔都未出世，在一個浸信會裡面侍奉的時候，有一次有一個主日學的老師呢，即係都係幾資深嘅主學老師噶，咁喺查經嘅時候咧，佢就發表咗一啲對所謂靈恩運動嘅一啲嘅意見。咁佢咧就話：我哋唔應該敬拜聖靈噶，聖靈亦都唔會接受我哋去拜佢噶。我當時我聽到之後咧，咁啊覺得有啲唔妥嘅，硬係，但我就冇出聲。但一回到家的時候，神讓我回去將聖經打開，回到去啟示錄第四章，聖哉聖哉聖哉，聖靈當然是要我們敬拜祂，祂就是神，祂當然要我們敬拜祂，怎會說聖靈接受我們去拜祂呢？聖靈是神，
就等于耶稣是神，就等于天父是神。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同享同等的荣耀，同样的重要，是同样的配得需要我们去敬拜、去跟随、去追随、去仰望。那所以有那个主学老师他的个人的意见就反映出今日很多教会里面 普遍基督徒对圣灵的误解和无知。所以呢，希望尽量以后一系列的信息里面呢，我会向大家尽量展示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圣灵，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他，我希望你能够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同他有交往，同他有交通，同他亲近。我们走到越来越接近末世的时候，圣灵在地上的工作会是越来越大，越是能够跟随他、仰望他、配合他，同他有一个合拍的紧密的默契，和一个紧密的接拍来到是去配合他的，就越是能够大大的给他使用，大大的与他同行。很多人说我要与神同行，我跟你说与神同行就是与圣灵同行，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继续的行在不单只是你意识到他的同在，那是你意识到他的能力在你的身体环绕着你，你是行在他的能力的当中。神需要有这样的基督徒在这个地上高，在这个末世的当中，行在能力的当中，你都去展示去见证耶稣是哪一个。你知道吗？当耶稣他升天的之前，他说你们要见证我，你们要从上头而得着能力来到去见证我。你知道吗？当年的门徒他们需要的是不是见证一套神学思想，不是见证一个教会的存在，不是见证一套理论，不是见证一个什么派什么别的神学观念，他们要见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他们要见证的是一个释放人灵魂的耶稣，他们要见证的是一个让人的病得医治的耶稣，他们要见证的是一个满有恩慈、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耶稣。全福音是用你的心去传的时候，是人能够见到一个爱的耶稣，一个释放人的耶稣，一个医治人的耶稣，一个供应人的耶稣。我们要依靠一个帮助者，我们要仰望他。启示录里面四次提到上帝有七灵，上帝的七灵，不是上帝有七灵，上帝的七灵，上帝的七灵在启示录里面 提过四次的。当然不是说上帝有七个灵，七的意思是完全完美的意思。上帝的七灵所指的是上帝那个完美的、完美的圣灵。有些人论到上帝的七灵的时候硬生生，哦七是吧，所以硬生生的就说哦，那即是代表圣灵有七个、七方面的事工。错啊，这些是错误的。七所代表的不是数量，七所代表的是质素，是质素。其实很多人呢，当你不懂得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用西方的文化去尝试了解圣经的经文，又或者似乎以为圣经是二十年前写的，谁不知圣经不是二十年前写的，也都不是二百年前写的，圣经是好几千年前之前的文字，是好几千年之前的古东方的文化。神需要兴起
認識古東方文化，仰望從真理的靈去仰望去認識你對寫注解。我跟你說，今天很多的注解是西方的人的思想的產物來的，你用西方的思想文化 去解剖古東方的文化。聖經裡面講的聖靈是神的七靈，咁咧，論到聖經，當真聖靈嘅工作咧，呢位幫助者佢係點樣幫助你呢？佢喺你嘅生命裏面係點樣幫助你呢？論到聖靈嘅工作咧，聖經咧係好清楚噶，唔需要估，唔需要推，唔需要成日。你仔細嘅翻聖經嘅時候，你會發現咧，聖經裏面咧係清清楚楚嘅，好指出咗。是用九個不同的敘述來到去敘述聖靈，九個不同對聖靈的敘述呢，亦都是展示開九方面聖靈在信徒身上所做的不同的工作。我們知道九等於什麼？三乘三，九就是三乘三，這個是聖經數字的意義來的，聖經數字是有它特別的意義的，九等於三乘三，三為一體的真神，三是神性的 完美無瑕完整，九的意義就是代表三一真神它完整無缺的工作，又或者聽著是神完整無缺的運行。所以當耶穌他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時候，他進行救贖工作的時候，他是第九個鐘頭離世的。所以哥林多前書裡面我們見到列出了九個不同聖靈的恩賜，所以在加拉太書裡面我們見到經文列出了九個聖靈的果子，九的意思就是代表神完整無缺的工作，神完整的運行。聖靈是完美的，聖靈的運行和祂的工作，這個神的七靈在你的心裡面是有一個完整的運行，以至到在你的生活生命的裡面有九方面不同的工作。當你學習去了解祂、認識祂的時候，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朝著九個不同完整的方向來到得到栽培，來到得到建立，來到強化。第一個呢，就是第一個的敘述呢，就是真理的靈。耶穌他首先說聖靈是真理的靈，大家一起讀約翰福音十六章十三節，大家一起讀這個經文好嗎？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耶穌說他真理的靈要引導你進入一切的真理，大家將你的注意放在一切的真理。真理本身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名詞，但是當你在聖經的字典裡面查考的時候，真理大致上是三方面 的意義的。第一方面比較主觀的個人層面的意義，真理是代表什麼呢？真理是代表讓個人生命提升的一些的道理，讓個人生命升華提升的一些的哲理，這個是真理。但另一方面的層面的意思呢，真理是什麼呢？就是客觀上面的層面，真理是關乎宇宙萬物所有一切的真相，關於神的真相，關於神在你生命上高的目的，神在你生命上高的計劃，那個真相。真理就是一切關於神要讓你所認識的，關乎他，關乎他的角度，關乎他的計劃，關乎神他的屬性，關乎神他做事的原則，所有一切的真相
並且呢一切就喺耶穌基督裏面。所以耶穌佢話聖靈唔係憑自己講嘅，乃係憑佢所聽見嘅講出嚟。然之後咧，聖靈從耶穌嗰度聽到乜嘢，就喺你心裏面講出嚟，俾個你知道。這個就是耶穌他在約翰福音那裡第十五章那裡他講提到他說父 在父那裡在父出來的真理的靈他來是要為我作見證，耶穌就是那個道路，耶穌就是那個真理。當耶穌說聖靈要為我作見證的時候，是講緊聖靈要為真理作见证，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继续停留，在你的心里面其中一个的作用工作目的就是见证住真理是什么。 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比较熟悉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经文，是吧？那提到 其中一个圣灵在你心里面见证的真理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是吧？聖靈在我們的心同證，一提的來到去見證住，我們是神的兒女，這個當然是其中一個的真理，但聖靈要引你進入一切的真理。耶穌說真理的靈要引導你進入一切的真理。另一方面，中文的翻譯真理這個詞在原文裡面比較廣泛的層面的意思，就是說關乎事情的真相，關乎事情的實情所在。所以耶穌他說這個聖靈也都會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會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大家值得一點注意，耶穌選擇告訴這個字有特別的目的，告訴這個字，告訴你們，所謂告訴原文那個希臘文帶有的意思是報告。所以呢，當中有一個含義，就是聖靈是將一些是關乎你的事來到去告訴你聽的。聖靈將一些關乎你的事來到告訴你。大家再讀一次約翰福音十六章十三節，我們一起的來再讀一次，一二三。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聖經裡面有很多的經文呢，有些人聽了之後呢覺得它有道理，挺好，挺動聽，挺有道理，合情合理，但是呢不會特別將它放在心上，不會特別的在意，不會特別的上心。若果弟兄姊妹，若果刚才你读的经文你听了之后，你看了之后，你不对他特别的上心，不对他特别的在意的话，恐怕你很难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圣灵会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带领的工作是在于圣灵，他是信实的，他是会带领的，但是跟随的功夫却是在于我们自己，跟随他的功夫却是在于你，寻求他的带领的功夫却是在于你。你知道吗？带领是一个很在意的工作来的，带领需要很细心的，一步一步的来到慢慢去带，留意住跟随者他的步伐，是吗？但跟那个呢同样是一个很在意的功夫来的，跟随的人是需要很在意的去注意住带领住他那个这个帮助者他给你的指示，追求寻求他给你的指示，看住他来到去行。中国人一套古老的思想，冥冥中有天意，是的，冥冥中有天意，但不会冥冥中你就这样就会实践出来的，你要寻求他，你要去跟住他的。所以大家，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体验这一句的经文，
的時候，就是需要你首先將它放在心上，很在意的將它放在心上，反覆的思想。有些人甚至不相信聖靈會跟他講說話。我跟你講，如果聖靈不會跟你講說話，耶穌是在這裡講緊大話。耶穌不講大話的，耶穌沒有講大話的，聖靈會得告訴你。只是在於你相不相信，在於你會不會向他求問，在於你求問的時候，你會不會憑著信心去傾聽，憑著一個清潔的心來到去傾聽。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見神。弟兄姊妹，住在你裡面的就是神的七靈，祂要引導你進入一切的真理，祂要將關乎你的事告訴你，祂要將關乎你的事告訴你。若果你的仔女是關乎你的話，祂會將祂的事告訴你。若果你的孫是關乎你的話，祂會將你的孫的事告訴你。祂會將一切關乎，祂會將關乎你的事告訴你。我告訴你，當我還未知道我太太去看醫生的時候，聖靈就是第一個告訴我，他要給我一個兒子，我會有一個兒子。當我還是覺得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個 很多年前了、什麼原因最近經常都很累，聖靈告訴我，是你的腸很骯髒，不過還要引導我去買正確的草藥來去治療。當我想都沒想過要搬家，甚至乎根本不想搬家的時候，他告訴我，你要相信我更多更大的供應，告訴我要搬家。結果原來為我們預備，你就是追隨他的引導，帶了我們去搬了去另一個地方，那個鄰居是絕好的，住好的，哇！住間咁，跟住我哋搬咗間屋又大啲，但係咧慳翻曬啲托兒費，因為咧個鄰居係住好嘅，我哋去翻工嘅時候咧幫我哋睇仔，我哋又好放心。因為神嘅智慧帶領係好好實在嘅，聖靈會咧話俾你聽關乎你嘅事，聖靈會喺你心裏面見證住一切嘅真理。關鍵在於你信唔信，關鍵在於你向唔向佢求問，關鍵在於你求問嘅時候是否去聽。多少時候基督徒碰見聖經有難處的地方的時候，依賴的是一大堆的解經書，依賴的是啟導本注解講什麼，依賴的是研讀本注解講什麼，依賴的是他宗派的立場講什麼，依賴的就是在電腦網絡上高找到什麼資料，但是卻不懂得依賴聖靈。我跟你讲很多的东西，它有它的用处，注解有用处，什么很多东西都有它的用处，但是真正能够令你进入一切真理的是圣灵，因为它是完美的，人都是失误的，人都是有失误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圣灵不是遥不可及，神的七灵住在你心里面。聖靈不是漠不關心，神的七靈是愛你，你是祂的女兒，你是祂的孩子，祂多麼的願意教導你，祂多麼的願意扶持你。我們要細心的尋求祂，細心的在祂面前來到靜候，細心的在面前來到仰望、守候、敬拜、傾聽。我讀聖經總會有一個的習慣，就是我會習慣一邊讀一邊問問題一邊想。我有一個習慣，雖然我會看注解，雖然我會看其他的書，但我堅持一定要在聖經經文裡面找答案的。無論我的傳道人我多喜歡都好，我都有喜歡的，都是有喜歡的傳道人，但是我從來不會因為他們講什麼就算數的，你都不可以因為黎牧師在這裡講什麼就算數的，因為人有誤差的，但是聖靈沒有誤差，祂是真理的靈。
遇到不明白的时候，我不会躲在自己的神学仓库里面来到摸索。六年的神学训练又算是什么呢？在神的面前，我只不过是一个小蚊仔。所以我只会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面前求问，内心等候，将经文反复的思索默想。这个就是真正的跟神的说话，跟神的灵交通。我鼓励大家，你开始有一个习惯，当你读圣经或者查考圣经的时候，用一些时间安静下来，先安静下来，不要太过心急，安静下来去敬拜神，安静在圣灵面前安静下来，圣灵愿意你现在教导我，先安静下来敬拜祂一下，然后你进入一个灵性的状态，现在我可以默想经文。我跟你说，上帝的七灵就要在你里面指教你，越难的难题越是会花时间坚持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等候，在那里仰望，在那里期盼。有一次就是这样的缘故，我在寻求的时候，我跟你说，睡着觉，半夜都扎醒起来，一扎醒起来，哇，圣灵的亮光好像洪水一样在泛滥。我跟你说，睡觉之前是因为一路抱着本圣经，我不明白这里，我要明白主，你帮我，一路是这样看，一路是这样默想，睡着了。半夜扎醒，圣灵那个亮光在里面涌出来，好像洪水泛滥一样，不断涌出来。那我急忙拿着支笔在这里写，都写不及。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神的七灵在你里面的工作，祂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神就是这样让我彻底的明白罗马书第六章最多争拗的其中一段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的成长，我们要继续的长大，不可以停下来。每一个停下来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正是衰竭倒退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停下来，要长大，按照基督的身量长大。所以我们要仰望祂，依赖祂给的启示。我上一年给大家的其中一个以弗所的经文，如果你继续用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经文里面其中一段，神你赐给我启示的灵，同埋是吧，赐给我这个启示的灵，智慧的灵，使我能够更晓得复活生命的大能，更晓得你在我身上的恩照。这一切都是在当你在默想经文的时候，圣灵会得光照你的。但是我想问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这个是你要认识带领你的圣灵是怎样的一位圣灵。大家有没有试过呢？要开车带路，在前面带领着帮助一个人不懂得方向的人，有没有试过？要带车在前面带路的，后面跟着你的人不懂路，要跟着你走的。咁你知道跟车的人呢，有时候呢会犯一些毛病的，一是就是太过胆怯了，所以走得太慢了所以呢，又或者呢是不太在意的去跟住，又或者呢，你留心听住，又或者呢是顾住跟人家聊天，顾住跟旁边那个聊天，去了哪里，又不见了，又跟断了，又或者呢是不是十分在意前面开紧的车，结果呢 越跟就越远，结果呢一个红灯下，又跟断了。又或者呢不是很在意的时候呢，不是几在意的时候呢，突然间有部车又cut了入来，是吧，你容许一部车cut入来，又挡住了你的视线，跟不上。我留给大家自己去思索一下，你会不会有时候会容许有一些东西走入来，阻住了你的视线，阻住了你的听觉，
容許呢個世界嘅聲音阻住咗你嘅聽覺。我同弟兄姊妹，若果你有年輕人嘅仔女或者孫，其中一個你可以教佢嘅，就係早上起嚟，馬上懂得傾聽神嘅聲音，同神嘅靈交通，親近佢，而唔係開住一個嘅唱機，一起身咧即刻撳住個電話啊！即刻咧最 favorite music 啊，最中意嗰個音樂，你即刻好傻噶，因為人一日裡面咧最 sharp、最清晰嘅頭腦心思意念咧就係起身之後嗰三個鐘頭。哇！呢三個鐘頭裏面，你把握住呢個時機去親近神咧，係對聖靈咧係更越加嘅敏鋭噶。反而唔好讓呢個世界嘅聲音走嚟到係去填滿曬裏面。但咧，大家你要想起一樣嘢咧，就係話人同人之間跟車尚且有咁樣嘅問題存在，係嘛？結果咧就係、是、哇，點解大家嘅開車嘅技術差得太遠啦？哎呀，跟唔到啊！又或者都冇默契嘅，大家嘅默契合拍程度差得太遠啦，又跟唔到。咁咧，你帶車嗰個有陣時咧就好牢騷啊，好敏震。弟兄姊妹，聖靈唔係敏震嘅，感謝神，聖靈咧。是怎樣的呢？祂是細心耐性的帶領我們。聖靈是愛的靈，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聖靈就會這樣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不論你怎樣笨，不論你怎樣慢，不論你怎樣犯錯，祂仍然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在那裡守候著你，一步一步的願意帶著你，不管你犯過什麼錯，愛是永不止息，聖靈總是永不止息的，在你心裡面領著你，永不止息的繼續在你的裡面向你說話，讓大家一起的來到去追求祂。今天當你讀這個經文的時候，我鼓勵弟兄姊妹將祂讀入去你的心坎裡面，在意祂，並且你開始在意，發現對聖靈有一個感情，因為原來祂真的在你的裡面本著一個的委身的愛來到去帶著你，用心良苦的等候著你，來到指示你、引導你、幫助你。我還要給你最後一個的，你要記住的，真理的靈在你的裡面，當你容許聖靈曉管你的時候，保羅說要繼續被聖靈充滿，實在的意思是繼續被聖靈充滿，在以弗所書那裡，真理的靈曉管你的時候，用那個剛強的靈，那個剛強的心，那個信心，在祂那裡仰望祂，給你隨時在神以來一句說話，你就只需要釋放一句的說話，有時候一句的說話能夠解決整個家庭面對的危機，整個家族面對的困難，或者你的兒女或者你的孫他們碰到的什麼的難題，你不知道人的智慧有限，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你不知道什麼。我跟你說，時候到了，靈的曉管要大大的曉管給每一個神的兒女，你在祂那裡，祂隨時給你一句說話，你就開口說一句真理的說話，在真理必讓人得自由得釋放，隨時的可以將釋放、將自由帶給你的兒女、你的孫、你的家庭、你的家族。願主祝福大家。